圣诞圣的山神快出来，今天大圣诞时。哎呀，大圣啊，您怎么被压在这儿呢？你快把山神大圣快手放了送出来。大圣啊，我这就把三座大山移回原处，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打我呀。西牙关西手哪里来呀？这么厉害！大圣啊，这里有两个妖怪，一个叫金角大王，一个叫银角大王，住在平顶山的莲花洞。他们有五件宝贝，神通广大呀。好了好了，我心动了，你回去吧。刚才妖怪变成道士来骗我师父。我也变成个道士，和你们玩一玩。变！哎，老神仙，你好呀！你们这边当下有什么事吗？老神仙，您从哪来呀？我从广南仙岛而来。你们从哪来到哪西里呀？我们是金气鬼和林立成，从莲花洞来。奉大王之命抓孙行者去。哦，孙行者就是到那天宫来受功，他非常厉害，你们肯定打不过他了。老神仙啊，那孙行者已经被我们银角大王压在了三座大山下。银角大王派我们带着宝贝红葫芦和玉净瓶去收孙行者。你先把背什么算收工？你看，我们只要叫孙行者的名字，他就会被装到瓶子里，不到两个时辰，他就会化为一泡浓水。哦，你这宝贝这么厉害，那你们敢见过我的宝贝？哦，老神仙，你也有宝贝，快让我们瞧瞧。你们看，我是把贝呀给双天。双天，世上竟然有双天的宝贝。老神仙啊，您只要当着我们的面装一次天，我们就用红葫芦和玉净瓶来换您的宝贝。你们看好了，一环当定定好了，灌港天放到我的宝贝里，不能的话赶我打上凌霄宝殿。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老神仙，你快把天放出来吧。哎呀，这也太神奇了，您这装天的宝贝我们要定了。我要给你们了，拿上天啦。让我也来装一次天试试。玉皇大帝听着，快快把天装到我的宝贝里，不然的话看我打上凌霄宝殿。装啊装啊，哎，你倒是装啊。哎，这宝贝怎么不灵了？糟了，我们被那猴子骗了，怎么办呀？呜呜呜呜呜呜。